觀眾大家好，森巴是1999年投得將軍澳南的路線專營權，並在2000年至2002年期間先後開辦7條796系列路線。經過大約20年之後，上述路線還有3條仍然在提供服務，其中包括今集介紹的796 C 號線。796 C 號線最初開辦的時候，並非服務位於百勝角的清水灣半島，而是往返將軍澳寶盈花園至蘇屋村。特別的地方在於當時796 C 號線和區內的98、296 C 號線走線相似，都提供尚德往返深水埗的服務，而且同樣服務太子道東至彌敦道。為了提升競爭力，森巴開辦這條線的時候將收費調低至7.5，只是比296 C 號線貴3毫。此外，離開將軍澳之後，796 C 號線直接前往太子道東，中途不停觀塘至九龍灣，所以森巴亦都宣傳路線可以快速前往旺角。之後，796 C 號線開始擴展服務範圍，除了增加將軍澳區內停站之外，九龍一邊的總站亦都曾經延長至南昌站。由於296 C 號線亦都是以長沙灣西為主要服務範圍，此舉進一步增加兩線的重疊。直至2014年，796 C 號線回復九龍總站至到蘇屋村，同時延長將軍澳的總站至清水灣半島，以取代796 S 號線，加強將軍澳南的對外和接駁鐵路站服務。
经多次调整路线之后，796C 号线服务大半个将军澳和调景岭，并途经将军澳站和调景岭站，同最初将军澳直出市区的定位明显有异。加上将军澳的灯位相当多，导致区内的行车时间偏长。然而，由于服务范围增加，加上收费比港铁便宜，所以沿线车站都有不少乘客上车。更甚的是，現有的走線對調景嶺的乘客來說可以說是直接。此外，新巴亦加設蘇屋邨往九龍城的短途收費，來回兩地收費5.5元，比不少九巴路線便宜，也都吸引沿線乘客使用。
清水灣半島總站的環境，西九龍線路線的更換車長安排和一般路線有分別。巴士在抵達清水灣半島之後，原本駕駛的車長會繼續負責行程至調景嶺站，然後在那個站才更換車長。類似安排同樣應用於另一條區內路線 796X 路線。
1796系列最高峰的时候，曾经同时有7条全日路线提供服务，分别是796、796A、796B、796C、796M、796S 同796X。但系好快，将军澳线通车，大大缩短将军澳往返市区的距离，而部分路线走势亦都较迂回，所以上述路线有超过一半已经被取消。目前796系列一共有6条路线，当中796C 同796X 路线提供每日全日服务，796P 路线提供每日半全日服务，796E 路线喺平日繁忙时段服务，796S 路线喺半日深夜同清晨提供服务，而 N796 路线则喺半日深夜服务。
You won't say to me,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while standing or moving in the bus control. 乘客在车厢落地和停走时，请紧握扶手，确保安全。Thank you.
中心、黃金電腦商場、深水埗站、巴士路线发展计划，七九六 C 号线同七九六 E 号线获建议重组，由七九五 X 号线同七九三号线取代。其中七九三号线亦都会提供全日服务，并以七九六 E 号线为蓝线，全日途经九龙湾商贸区。若计划最终落实，七九六系列将会减少至四条路线，并只有一条提供每日全日服务。
谢谢乘坐。
今集的內容大概來到這裡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和按隔離的鐘仔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